藥師堂成立了18年，回想回過去自創的管理模式和各大學醫師合作的初階方法，原來10年都沒有變過。10年樹木，8年樹人。沒想過9年前加入 BNI 改變了我的一生。回想回9年前，我是一個非常怕在公眾場合發言，亦都不善於表達個人意見。沒想到15次的 BNI Power Camp Training， 慢慢從各位的卓越會長領袖群與雁同行，與鷹同行。2015年，由於藥師堂平台內部管理不善，人事上產生了震撼性的變動，10多位資深的醫師集體離開，自行創業，藥師堂即時陷入了倒閉的邊緣。所以我決定重新學習，重新取經。 BNI 入面有很多很卓越的工商界領袖、企業醫生，他們成為了我的良師益友。我開始組織 Power Team 團隊，在 BNI 共幹人物，效益更大。2019年透過一份完善的計劃書，在 BNI 收到一個非常大的 Dream Referrals， 成立今日科創匯旗艦店，還拓展清月雅芳國際品牌的產品。感謝 BNI 在這9年裏面不單止幫了我藥師堂，現在還將我的事業衝出國際。